摊煎饼嘞？摊煎饼吃，摊煎饼吃。我的萝卜得真带那个萝卜。哎，你这都脱了。药都够了。药都够了。前面扔着萝卜都市场货了。啊。弄出来都是椒麻味儿啊。太香了。是自己吧，吃的好点啊！啊，你干的又红，你不吃的好的吗？成天不叫吃，那是。该吃都得吃。哎，你说搁这一串，搁咋样？有啥摊？我摊点煎饼，行了。煎饼哎，我想。这是粉面哈。这是粉面，拿也恁俩大了点是面，这怪馋的。尝尝啥呀？嗯，对，包子乖。包子刮掉，刮掉，油锅油。不行，啥的。走走锅啊！啊，在这儿面转转，又不是匀实了吗？哈。摊开哈。啊，你这画面要摊开，摊开不匀啊，这个就这。补补窟窿眼。不定的，你不不就会装啥、啊？不是来下楼一趟台的，都搁这板凳打手来。擦拭擦拭房间。啊，你给擦擦。哎呀，好点啊！呀呀呀！咦，这中了。这好好照的是。哎，可刷碗呢。啊。哎。行啊，就这样，就热吧。啊，就这热，这我不火。一中啊，没中，这中，这真中中啊，真中。真大，你这包子锅大不大？我吃半点都中。你吃吧，吃吧，你吃吧。给吃了吧，我都在弄啊。好，我的饭也成了。看你啊，可咱样。黄啥？我吃用。黄金汤。嗯，吃饭。给给啊，给给。去摊煎饼啊。伯母。门子导演导火。嗯。什么姐？招商服务。招商。用。快上。以后恁这狗也咱食品的医院啊。那狗长得太潦草了。敢弄来。洗碗，洗碗摊了那煎饼，叽里咣当可弄掉了哇！嗯，去一喊，就把那刘勇，你直接把煎饼去吧。我不吃，就把搞这就吧。我不吃咸。我这好几天的没了。嗯。我还是这还是自拿回家才能做的馍呀。嗯，不是没咸啊。这馍炒菜的火候都啊，软乎乎的，可劲！我几炒就没吃完，一直到这那玩意儿，嗯，呵呵呵呵，南瓜汤，我弄了俩鸡蛋。这面条太干巴了。哎，这面条啊？那不是咱俩炒出来啊？中间我们说要干吗？你要有鱼吗？你要就。第三位就行。嗯。小猫跟脚是不饿？野猫，再打两个红薯，加水当锅，弄点土豆吧，给土豆。嗯，俺都吃过了，这还有馒头。那还有哪有搁那弄了俩小南瓜？弄。好像不行了。哎，反正咱这样子人过来还急了。我大伙走过六元路了。嗯。面，那个小的，那个黄的，那个爱莹莹来劲的那种，找那种青的呢。啊。啊。跟那碗一样真大呢。
我可热呀。再对一下。一这不是一样的。嗯，开锅冰箱里鸡腿这你塞东西塞挺满了啊，赶紧收拾收拾啊，赶紧消灭掉。你是第一个倒大反式的馍。嗯，大老肉啊。你咋弄住了？怎么可能跟这煮那的馍？谁做个上午了了？你看你，我给熬点菜坨了。你熟叔叔的这一级差得大到几点几啊？馍？得十六七点，还比我这的二十多点。筷子说的，我这点菜得一吃着还营养的。这牛骨头上肉还怪好吃，肯定吃香啊。中中啊，什么菜啊？可是那一把骨呢，行不？给我吃掉了。给吧，给。那我先吃掉。一块一块，你吃吧。一把骨那是？我这牛蝎子。鞋子里这，有鞋子，有鞋子，这比那猪肘子好吃。嗯，我让骨头盼盼。啊？来吧，来最好。哎，熟呀，浓啊，该不熟该你看吃的该。人都有俺也拿出来了，咱包了。哎，那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可好吃的？嗯，很牛筋啊，可好吃。就是可浓啊，那这牛蝎子啥？牛骨头。他们没下中来。赶紧堆蝎子。先堆蝎子。这蝎子我包上脚吧。我带我这吃。你这牛粪的。我做谁吃你来做不是啊？啊，哎。他弄了这汤好。吃吧。我啃都啃不动啊，手拽呀，咱来的，咱俩是手腕，都骨头都爆上了，都啊，谁家的？我找家有人。哎呀，还真肉的。拿小刀吧。拿哪拿啊刀？是手是手。这家流水的没真长，啃不住。是吧？四万呢。哎呀，整套中，整套算了中。喝着吧。下手了。啊，他们原来也是。怎么没有？没有。这都说这吧。该装个谁呀？该军事。装也不中，给你算了，啃不成。再给你算吧。这啃不中啊，装也不中。
看你那羊肉能咸了？有啊，木头那肉可香了。可香哎，那你吃不下吗？哎呀，快点，你吃吧。什么？一根是翻过来的。你说羊肉羊的是啥？我不敢开口。嗯。这是狗的哪呀？喂不着这狗哪呀？你太困了，这是哪呀？鸡猪吧？哎，哎呀，狗的来吧？喂不着这是哪呀？我的饭熬的呀，我的烩面呀。我弄没了。嗯，跟俺船上多少关系？什么？嗯，跟。干嘛你说还是假货弄不行，哎怎么弄啊，不容易，你压着乱了我还不包你买回家再煮煮，吃的也可离谱呀，这煮的呀毛起来往吃，这个我睡觉的嘛，哎呦呀，把你拿死了，哎呀我喉咙要低，我一碗一碗一碗什么呀，还干嘛我这这一点多几点啊，嗯，这都是狗蝎子，狗蝎子不是它的脊柱吗？啊，这都是脊柱骨是吧？狗，我不尝，来吧，尝吧。嗯，那虾那好吃不好？好吧，你拿来菜。你吃的，嘴也没人长能不住。牙个嘴都在这长着，你不啃着好看，搁这喝着可不好弄。什么家伙？我吃中这大一点。老大，狗啃不多，真啃多了，你那牙抠抠。